我是一个金曲30年来的见证人，看着金曲奖的成长，华语音乐界的最高殿堂，给爱音乐的人机会，在这一天会得到最多的目光。光是入围就给他很大的鼓励，丰沛了我们的生命。每一次奖的创造都是进步的机会，此生能够得到一座金曲奖，是一个人生的里程碑，留下很长远很深的印记，提醒着我们自己有多爱音乐。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热爱音乐的灵魂，年代的精英，音乐的养分，滋养了现在的我们，主流非主流，不同的想象，不同的世界，百花齐放，你觉得做什么音乐好听就对了。音乐是跟人的心灵最贴近的艺术形态，生动诚恳，感染你，让人被击中，没有阶级的分别，它就是空气，是我内在的火种。被快歌给鼓舞，被慢歌给安慰，把一首歌当作故事，记录自己的生命，说我想要说的事情。做音乐本身就是一个感动，真的喜欢这个事情，用心感受，跨出那一步，好像乐观，更大胆，可以的，继续改变，再做到更好，越做越嗨，一直走下去，让全世界看到大合唱，一起带动这个华语市场，创造更多美丽的回忆。谢谢你一次次让我相信，坚持是对的，勇敢是对的，爱唱歌是对的，在这舞台上，音乐正在回响。金曲30。